Sour dough bread crumb and me, girl. You give me what you want and then you stop a foreign phone. Now you make my stomach spin and swirl. You fill me up with wondering when I'll be filled. But I take something, I'd rather take something from you. Cause sweet nothing, sweet, sweet nothing. So you bread crumb and fine grain loving me. But you still became my favorite thing. Your crumbs are better than a home bakery. Savory, I've made a treat lately to taste a piece. Your crumbs are better than a home bakery.嗨，大家，我现在整个人非常的兴奋，真的是很兴奋，因为呢，我等一下我要来开箱一个我近期买体积最大的东西，然后也算是近期消费金额最，但是这个东西呢，是完全是我的身材工具，所以这会更加的觉得说，哦，身材工具代表是说你会很常使用它，你花了很大笔的钱在你很常使用的东西，你知道那个感觉是会觉得说，哦，我跟他是要变成一个家人的那种感觉，我跟他的相处的时间会很久。对，我今天呢，我就是要来升级我的工作桌，应该算是我一直以来理想中的一个工作环境。虽然我们家没有什么就是工作区的一个隔间，但是至少有一个工作桌嘛，有这样就不错了，要知足。没错，所以今天要大幅升级，然后在那个以外，我也有买了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些小收纳的小物，然后那个东西我相信是可以让我的工作环境变得很干净。没错，就是这个超级巨大的荧幕。这一台呢，它叫做 Studio Display， 然后它是荧幕而已。如果你要把它当作是电脑来使用的话，还要再加购 Mac Mini。所以我是想说呢，它就直接接我的这一台就好，因为我的这一台呢就是 M1， 然后我的这一台 MacBook 是16寸，记忆体也很足够。这一台也很贵，这一台。比它还贵，这一台是88000块钱。然后我就想说啊，那都有这么好的一个 spec， 不需要再买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是它直接接它，没错。不是啊，那边是把手，为什么它这个是底下？对啊，你看它这个是朝。都超上，我傻眼，来，我傻眼，它这边是上，可是它的荧幕这边是下，对不对？应该说要躺着开了，对，应该要躺着开。哇！原本我要买这个的时候，我有在考虑另外一个，就是很多颜色的那个 iMac 啊，因为其实它真的 CP 值高很多，因为它就是一体成型的，它就是电脑，它完全就是电脑，然后也有 M1 在里面。它这个是比它贵，但是又是荧幕而已。就是第一个我不太需要新的一台电脑，第二个是以这个设计来说，我是真的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很素银色配黑色的这种感觉。这个是配件。它里面有配这一条线，哎，它的苹果这个是黑色，哎，好帅啊，不是原本的白色吗？然后我还有买了其他的东西，这个呢是键盘，然后大家知道这个键盘要多少钱吗？我第一次买 Apple 的键盘要5290块，超贵，一个键盘要5000多。还有这个滑鼠，还有我自己用最习惯的就是这个 trackpad。另外一个，哇，我今天真的是开箱影片了，全部都是在开箱。这些就是我在Momo上面买的一些小周边，有这么多东西。可是呢，这些我真的是挑了
真的是我自己认为非常有质感，但希望来的东西是跟我所预计的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的话是这个，这个是 Apple 的耳罩式耳机的那个架子，因为我每次都不知道那个到底要放在哪里，然后又很大，哇，好有质感哦。下一个我买的是这个架子，就是有时候要使用它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放在旁边。它是这个，我以为它是那种很轻的那种，但是颜色很漂亮。它这个四角都有做防滑，还蛮有质感的。再来，我还要买了这一个，它这个的话呢是把电脑放在上面的，然后它这个底下呢也有做一些纸滑。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直接充电的，包含 Apple Watch， 然后 AirPods， 还有手机，然后它是立架式的，它充电线好像原厂的、哦。哎呦，有没有？有，漂亮。因为我这次买的这个是两个，因为 Mega 也有一台电脑，可是是13寸的，所以呢，它就是可以放两台这样。看。哦。然后这个它就是无线充电器，那我来接喽。哎，哦，这个要先打开是不是？哦，有了！哇，哎，你以后在这里剪片感觉很舒服哎。一定的、啊，听说它的音响超强，大家上个礼拜的影片呢、啊，大家有看吗 ？Oh my god， 好大！哎，哥，哦，这里 Studio Display Speaker， 现在我来换了这个台声音。就是我的大改造、大升级，这个叫做尊重我自己的专业，就是给我自己一个最舒适的空间，可以让我在这边剪片啊，做一些文件。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来学拼音了。我也想要会打字，我不会打中文，我不会注音，我不会拼音，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要学，这样才能那样子。不然我要在旁边讲说你好，感谢你的来信， Siri 在那边帮我改，就是我不要这样，我要认真学注音或者是拼音了，这样我就可以在这边，你知道，很厉害，可以在那边办公。然后呢，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到韩国去了。大家这个不知道吧？因为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也都没有特别说，有点危险。从韩国回来就能看到我这个美好的这一幕，然后开始来剪那个韩国的旅游影片。我想我都快真的是兴奋到不行哎，这样我又很期待回来台湾哎。Nice， 开心。大家，我刚刚我已经开箱完我这次的这个 Studio Display， 然后呢，我想说，那同时也很多人之前有在影片底下留言，或者是有在私讯我说我想要开始拍片，或者是我想要做 YouTube， 或者是纯粹记录生活的人，还蛮多人都问我说我都是用哪一台相机拍，然后是用什么镜头等等。那我就想说，那倒不如我在这一集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都是用什么相机照相的话是用什么，或者是特殊画面都是用什么拍的，因为近期很像真的很多人都想要买相机嘛，因为现在自媒体的这个时代，也很多人喜欢拍照啊，拍好看的照片，拍好看的影片。那我现在我在使用的这一台我的主相机的话是 Sony 的 A7C， 然后我现在搭配的镜头是1635的 f2.8 G Master， 是非常高阶的一个镜头。我觉得 A7C 它算是入门款的 Sony 的相机，可是它的画质真的是没话说，尤其是在那种晚上的时候，当然也有更高阶的，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够用，就是你在夜间拍摄，你在晚上的时候夜间拍摄啊，然后如果搭配好镜头的话，它的景深效果也非常的明显漂亮。就是 A7C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足够的一台相机，就是我
不会想要再花八九万甚至十几万去升级一台相机，我就觉得 A7C 目前这样就够。可是它有个蛮大一个缺点，它的防守震真的是非常的弱，有时候你的手真的要拿得非常的稳。它的缺点好像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机身没有很重，可是搭配了我的这一个 G Master 的镜头的话呢，是真的很重。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Vlog 推不推荐，老实说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太推荐，但是我是因为很喜欢录影，我很喜欢捕捉画面感，所以我可以牺牲掉我自己的累度。因为其实这一台啊，如果你拿一个 tripod 然后这样子手持的对着讲话的话，真的很累。我觉得一般男生都会觉得累了，那更何况是女生。像梅根就没有办法单手拿超过大概30秒应该就不行了。所以这一台这个我的这个整个搭配画质好归好，但是它就是你还是会蛮累的，因为你的手会很酸，然后拿着这么一大台。然后它还有一个大缺点，因为它其实还蛮大的，因为它的那个镜头也很长，然后就整个很大，然后更何况上面如果再加一个麦克风，就会看起来就是比较偏专业的感觉，看起来哦很厉害。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例如说你去到一些店家在拍摄的时候，吸睛到有一些店员会说你不能拍，尤其是我在日本的时候或者是韩国的时候都会被说。但是我那时候我旁边的人就拿着一台 G7X 这一台在拍，他就没事。大家懂吗？这个太吸睛太显眼了，导致有一些店你可能没有办法拍，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哦太商业了，所以你要得许可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它带来的麻烦会有一点点多。但是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一台搭配这个镜头真的是万能，对我来说是万能。它可以广角，它16的广角是很广的，我现在其实很近哦，可是大家是不是看起来很远？对，所以它这个很方便，就是如果你要拍 vlog， 你想要捕捉到一些细节，就是你就把 tripod 放在旁边，开到最广角，基本上你想要拍到的画面都拍得到。然后入手这一个镜头之前，我是用这一个，也是 Sony 的，然后它是20mm 的 f1.8 是比我这一个还景深会更紧，就代表说我的后面会更糊。可是它这个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拉近拉远，因为它这个是16-35嘛，所以35的话大概这样，然后这样。在拍 vlog 的时候，你想要特写到一个东西，它是动不了的，除非你整台相机要一起动。但它这个的画质比它好很多倍，而且它又很轻，它有一个小小的，所以 A7C 如果搭配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还蛮适合简单轻松带走的那一种，就是不会那么大台，就不会到大成这样子。那其实还蛮多人会很在意这个两台，一个是 Canon 的 M50 跟 G7X， 这是 Mark II 吧？对，跟这个 G7X Mark II， 因为它这个两台呢，他们的售价都是非常非常亲民便宜的，所以很多人会把他们当作是一个 Vlog 的相机来使用。那的确，因为他们本身的定位就是 Vlogger。如果我们看很多国外的一些 YouTuber 啊，他们很多女性 Vlogger， 包含男性的 Vlogger， 很多人都是用 M50。可是我这个是旧款的，他们现在有出新的。这个呢，就是我要开始 YouTube 的时候购入的一台，而且那个时候呢，它我记得跟麦克风那些所有加起来大概是19000块。那这个 M50， 老实说，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我这台用了2年多，将近也快3年了。这一台哦，我都没有换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追求器材，而且又轻巧。那 Sony 跟 Canon 我觉得有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的色彩，他们发出来的色彩很不一样。老实说，以色彩来说，我是比较喜欢 Canon， 因为 Canon 可以把天空拍得很蓝，就是它是比较鲜艳的颜色。但是 Sony 的话，它可能后续我可能还要再调一下色，就是不然它会有一点糊糊的感觉，沙沙梦幻梦幻糊糊的感觉。所以我一开始没有说真的很喜欢这个 Sony 的那个感觉，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是选了这个 Canon。 但是为什么后来我要把它换掉呢？是因为它的夜拍非常的不好，代表说你在晚上拍的时候会很沙，就是没有什么光线的时候它会整个沙沙沙沙的。啊，一开始我当然也是能接受啊，只是后来想说，哎，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再改进，然后我才入手这一台。所以我的这一个要 switch 到这一台的最大原因其实就是夜拍功能。现在我们家里的这个光线啊，它可以拍得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如果现在换成这一台，因为现在有点暗，所以会有点沙沙的。低光效能很好的相机，我觉得是很适合讲求画面跟画质的 vlogger 们。但是这个东西不讲
在看的人应该也就继续看下去，也不会特别觉得说哦那边好沙哦，哎、欸、你的画质好烂，也不会，毕竟我也用它了快三年的时间，也没有人再跟我反映。反倒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金腾你的相机是用哪一台很好，那个拍得很好，拍得很好，就是它，就是它。再来就是女生 vlogger 首选的 Canon G7X。那这个 GTX 呢，我觉得它的性能都还蛮不错，它就是很简单，因为它也不能换镜头，它就是你打开就是那样子。然后它这边有这个翻转萤幕，可是它这个是没有办法插那个麦克风，所以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听不是很清楚。可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两个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好携带，完全好携带，有点害羞不太敢在外面拍的人马上把它打开，然后就开始嗨，我今天我要干嘛，我现在我要干嘛，然后我现在我要去哪里了，拜拜，关起来放在你的口袋里就 OK 了。所以这个是它的最大优点。第二个优点是它有美肤效果，它是你不用做任何调整，它本身自带美肤效果，这个应该就会吸引到很多女性的 vlogger。 但是 Sony 他们也有一台是叫做 A74 吧，他们那个的话就有美肌功能，有可以开强度，它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 Sony 的也有美肌功能。但是我个人认为 Sony 他们的那个美肌功能一看就知道那是美肌功能，但是 Sony 的这个美肌功能是不会让你觉得你有开美肌，因为它是本身自带在里面的，自然到不行，因为他们的色彩就是比较鲜艳，所以你的嘴唇也会变很红，然后眼睛会变大，对，他眼睛会变有一点大，所以这个是女生会很喜欢的。现在的这一台呢，就是 GTX， 大家会觉得我的皮肤变就漂亮，然后就是有点美肤感，然后眼睛也变大，然后眼睛啊，它会有那种水水的感觉。手持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现在我的手是完全伸直的情况之下，大概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因为你真的不太需要怕说你的脸会不会就是不好看啊，或者是会不会怎么样，因为它的那个阴影也做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那如果是换成我现在这个 Sony 的这个，我现在是拿着它的镜头这边，大家都知道它多广了，但是皮肤上的话就是有痘痘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对，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不能装麦克风，这个两台都一样，他们夜间都没有很强，晚上都没有很强。但是如果是你知道很多美国的 YouTuber 用 G7 就非常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大蓝天，光线够的情况之下，他们两台真的是神机，光线够的话。但是像我们在台湾有时候就是像今天就是非常阴暗，大家知道现在的真正的亮度吗？这样，这个是我现在的真实亮度，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开大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就看起来很像晴天？所以它这个就是在夜间，就是你没有什么光线的情况之下也很强。好，下一台就是这个，这个是莱卡的 Q。那这一台的话呢，完全是就是拍照用的。拍照呢，它真的很厉害，它拍照的那个感觉就有一点像是底片相机的有质感，高阶版的底片相机，因为它给那个氛围就是这样，所以我大部分我用它拍摄啊，我也都不太需要去做就是色彩的调整，因为它本身直出出来的照片就是非常的美。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呢、啊，我有买了一个闪光灯，然后我的这个闪光灯它叫做 SF40， 有莱卡他们的 logo 的。当然，本身说到莱卡就超级贵了，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不一定要买，就是莱卡他们家的没有这个 logo 的，你可能就顶多5000以内了。但是我这一台因为有这个莱卡的 logo。就15000块，就是整整加了10000块，就是完全就是因为这个 logo， 我会觉得莱卡是一种信仰，我就是想要这样子让它有这个两个点点都是在一起，我才会觉得说哦这样很漂亮。其实我觉得照相，如果你有闪光灯的话，那个质感会差很多，所以我大部分我都会，即使是有时候是晴天，你知道人要拍得很漂亮的时候，我都会开闪光，但是也不一定要买到莱卡，因为现在富士也真的是很红，富士他们直出出来的照片呢不输它，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性质会有一点点相似，因为他们都是比较走那种底片相机风格的感觉。但是现在富士的相机真的是很难买，因为真的是太夯了，全球都夯到不行。 OK， 那最后一台这个算是特殊相机，因为它这个是360度，这个是 Insta360 的 RS1
这个的话呢，我自己个人是还蛮推荐的，但是这个是要对剪片有热忱的人才会想要用这个，因为它这个它能显现出来的画面就是360度，那你可以去截取你要的地方，包含是像这种的感觉，或者是像这种的，像我在韩国那一支影片就是有大量的使用它，可以让大家看到整片，就是它这个是特殊相机，然后这个一样也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基本上这个也是就是光线足够的地方我才会使用。那它有一个更麻烦的点，为什么我说这个一定是要热爱剪片的人，是因为它的剪片过程很累，真的是很累，有可能是我自己不太知道它的简单的方法，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喜欢拍那种穿搭影片或者是很那种酷酷的那种影片的话，就可以试试看，可以玩玩看。我相信这个上手的话，应该是会还蛮不错的。这些呢，就是我的相机器材了，大概就是这样。